说学逗唱，足球事儿。下个词儿什么来着？三番四斗世界杯，欢迎您收看世界杯相声会。小董啊，老毛病又犯了。我告诉你，今儿这节目结束以后，我得找他聊聊。世界，我得先问问他。世界杯相声会，李欣要喝醉，啥都别说，酒喝干，赛斟满，今夜不醉不还，酒喝干，再斟满，反正也不花钱。哎呀，跟普京办公室打招呼，哎，再送两箱来。哎，听我说啊，眼瞅这一瓶就没了，没关系啊啊。光喝酒不吃菜啊，那是傻喝啊！昨儿呢，这不是我那两个干儿子来了吗？啊，他们说呀，特别叮嘱我，说如果明天呢，李欣大大喝啊，必须得给李欣大大呀，得上一道菜，有菜，孩子最爱吃的锅包肉，哎、好啊、哎，来了，看看，哎、好，正经锅包肉，东北的，行，闹呢啊啊，这样，酒和干，这期节目。你做我锅包肉怎么样？哎，喂，这俩孩子还认干爹吗？真懂事儿。来吧，来来，哎啊、感谢节目赞助品牌美菱冰箱，是比利时诺夺冠、哦、M 先生免单。呜、啊、这个说实话，昨儿看完第二场比赛，我这心里啊就一凉。没关系，因为当时啊，我跟小 CC 说了，哦，我说你信大的、啊，跟大的天一样，咱俩准赢。当时 CC 啊在疑惑，你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对，说成了。我说你信我，没错。是吧？我之前看了很多期节目，啊、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我说实话啊。西西还不到九岁哦，不到九岁，但他人生的第一次竞猜就被你给毁了，以后再这一辈子再也不敢落阴影了，是吧？球了，哎，落了个阴影，是吧？不过说实话，昨天三场比赛可真够过瘾，有意思。先是一个6-1揭开先声，然后一个2-2，最后3-0一个标准比分结束当晚比赛，是漂亮。有很多的进球啊，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进球，有有有，还有一些看上去不是说很容易猜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比分。哎，是，还有出局的种子队，种子队，哎，全诞生了。哎，所以小组赛第二轮的收官之战，应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响亮。当然了，怎么着、嗯？咱们先聊哪场啊？咱们华丽登场，华丽登场吧，哎、是吧？来，好，今儿华丽登场，咱先吹一波凯恩。说实话啊，这个三狮军团啊，自从任命了凯恩当队长以后，哟，你知道吗？啊，打了7场比赛哦，三狮军团没输，而凯恩常常有进球，常常有进球不算什么、嗯、哦，最重要的就是一共好像就射中球门5-6次，我看就进了5个，打了6脚进5，对，啥效率？这效率83.33333，三三三不止了，是吧？哎，不止。但是、啊、凯恩呢、啊，曾经一度呢。被这个豪门呐，叫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觊觎啊，觊觎，嗯，被豪门觊觎，觊觎了。但是呢，人家说了，嗯，我首先要完成的就是代表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嗯，干点大事儿。小伙子有志，有志。上赛季联赛发挥相当出色，那当然，那家伙踢得挺好。英格兰本土球迷都说，哎呀、啊，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我们英格兰本土选手啊，对啊，好不容易啦啊、嗯。而且呢，今天呢，互联网上传一张照片，什么照片？10几年前，嗯，凯恩。被这贝克汉姆搂着哦，拍照片。大贝克汉姆在这儿，嗯，凯恩在这儿，到他这儿。哎呦，旁边还有一女孩，比凯恩高半头。谁呀、啊？10几年过去了啊，这女孩是凯恩的媳妇儿。哎呦。
哦哟，嚯，俩人那有俩人长得比贝克汉姆都高高高高高高，那这球也比。所以说人呐都得有点志气，有点志气啊。所以我现在呢就跟我这些这个队员呐，我就合影啊，我就合影啊，是吧？都比他高。十几年以后都比我高，那挺好，是吧？怎么着？今儿单独来一段凯恩怎么样？可以，可以吧？啊，但是咱这么说啊，我吹完了我可要黑。要黑，但是吹呢是规定动作，是啊，必须得先得吹。至于说黑呢，待会儿再说啊。来，咱先吹一个人，好不好？哎，走着。这打主板，夸一人，英格兰前锋哈里凯恩，家住在英国首都大伦敦，身高6尺4门神，速度飞快，疾风骤雨赛青云。哎，第一轮遭遇突尼斯是轻松2球拿3分，能投球，有绝杀，原地起跳身不沉，是个头高，稳准狠，1米5，长腿有2根。哎，歇一歇，稳一稳，巴拿马是够凶狠。哎，防守是犯规抱摔拿手抡都用了。但看那哈里凯恩帽子戏法是真叫神，嘿，进球还能用脚后跟。对了，嘿，5球登顶射手榜，是 C 罗都得俯首称臣。嘿，这正是3狮军团踢2轮，是破纪录现忠魂。若问谁是带头人，嘿，建功立业，大凯恩。好家伙！你要算起来说这个前2场小组赛就进8个球，已经追平了多届英格兰在世界杯整届的表现。感谢谁呢？当然了，感谢谁呢？66年拿冠军。不，我问你感谢谁呢？感谢一干队友呗。不是，感谢对手。感谢命运。哦，因为命运让他遭遇了突尼斯，又遭遇巴拿马，又遭遇巴拿马。嗯，谁遇到巴拿马？说句老实话，就是大加拿的感觉，就是刷数据嘛。巴拿马一共也就是916万欧元，对，说句老实话，加起来合人民币不到1亿。哎呀，中超随便一队中前场随便低了一人，对，就比他们全队贵，是吧？哎，而且我就这么说，现在你吹英格兰的，你吹比利时的，我都是希望你们小心。哎呦，他们2轮过后虽然进球很多，但是因为对手成色不足，所以呢，相互之间啊，第3轮。有互掐，互相的试金石，互掐是吧？对，互掐一把。那么巴拿马主教练也说了，说我们在世界杯呢是个孩子，对吧？原来设计呢是上半场守个0-0，对，结果呀队员们有点害怕，上半场就丢了5个。哎呀，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4次出现半场丢5个球的情况。但是啊，咱们这么说啊，凡是英格兰的球迷，我给你泼几瓢冷水。行啊，你刚才说先吹第一，下边后黑，后黑啊，第一说啊，黑。对突尼斯是不是最后才绝杀？是啊，凯恩，对吧？对，第一场嘛。对巴拿马啊，上半场是进5个。对呀，5个都什么球？5个都是挺2个点球，一个角球，一个世界波，那是胡抡的。哎，就有一个还是个定位球。配合。下半场45分钟，2个队打1-1，1-1，1-1啊。哎，索斯盖特也说了，说这场比赛呢，开局我不满意。结尾丢球我也不满意，但中段呢我觉得踢得还好。是吗？不管怎么讲，世界杯单场进6个球，这是小概率事件。那倒是，那倒是，对吧？所以还得感谢巴拿马吧。我感谢巴拿马人民呢。说句老实话，丢多少个他们都不在意。他们就为了进一个，就为了进一个。他们说呀，中国人多呀，对呀，中国去一次世界杯1个球都没进，都没进。我们好歹我们进头一回，我们就进了，我们就进了。这样，咱们把这7个球再捋一遍。哎呦，7个球，好不好？好嘞，过瘾啊！看过瘾啊！来，这头一个球来的也比较早，角球开出斯通斯说：“那我的个妈呀，我到对面禁区还是一片草原呢！”嚯，直接呀一记头球，这掌握的还真好，是吧？你看这巴拿马好像都闪开。快点，斯通斯来了！斯通斯来了。哎，轻松，头球扣关，这是属于先声夺人啊！先声夺人。顶的还真是死角。可以。第二个球呢是点球，凯恩。凯恩说：“鉴于前面我已经进俩了，第三个还是我来吧。”没错，这个就是叫做，反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吧。哎呦，这球速可以啊！114公里。我天，球速太快。看林加德啊，跟斯特林走。走，这球漂亮，漂亮。
这球斯特林，哎，小脚背一拨是吧？这个林加德呀，在穆里尼奥手下呀，就在这前腰位置上，现在可以讲是有点找到感觉了。是啊，找到感觉，要起范儿啊，在这个位置。嗯，说边上就是让给小马跟小拉玩玩就完了。是，林加德呀，当年呢也是个小 baby， 对呀，一点点成长起来了。是的，是的。这个定位球啊，有点意思啊，这个设计的好，设计的好啊，逼了普鲁五个队员先后触球，哎。这个实际上按理说定位球环节要多的话，反而失误率容易高。对，但你看见没有啊？由于有绝对的优势，禁区内几个点全是英格兰队。对，凯恩呢？你想啊，这个好事得成双啊，得成双。一会儿嘣儿又来一点球，哎，点球来俩。哎，奇克的首发应该说索斯盖特有点奇思妙想。没错，是吧？奇思妙想。这小伙子完成任务也还行。哎，一脚打门正好啊。哈利凯恩说我闪开我呢我别挡你，哎，结果球还打在脚后跟了。对，你想想 C 罗啊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进球。是啊，但是呢你看这凯恩溜达溜达都能进球，溜达就进了。哎，溜达就进了。凯恩自己也说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里边最幸运的一个进球，最幸运最简单。奇克可能觉得有点郁闷，郁闷郁闷，太郁闷了。啊，所以这说话间，哎哎，这是一个定位球是吧？你别说还真挺漂亮，漂亮漂亮是吧？哎，抢点一个卧射，啪打一个近角。巴拿马这小球虽然说已经丢了六个，但进这一个是吧，就也是展现了球队的特色。那当然。说黑来黑去，英格兰呢，他说那没办法，谁让我分到这个小组，那倒是对吧，我遇到他们我要不这么踢，万一最后跟那谁比劲上球我怎么办，是吧，也难。该切呢还得切。我有一个妙想啊，你说世界杯第一场0-0啊，会不会是比利时对英格兰？不会，不会哈，因为这是第三轮的最后了，也是，对吧？你往前那十来场的不好说。哦，也是啊，那不好说，是吧？按下不表，按下不表。咱们刚才呢，三 D 看完了英格兰跟巴拿马几个进球，下面，华丽登场，又不是华丽，又华丽登场，咱们终极审判。终极审判要聊的是哪一段呢？聊到英格兰，聊英格兰，聊英格兰，好，好，来，终极审判。说话间对突尼斯、对巴拿马两支球队单场打进了八个球。对，三狮军团现在是高昂的头，大踏步向着淘汰赛走去了。是，但最后一轮跟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刚才你也讲了，是快是及时。那当然，因为呢，比利时的攻防两端呢都比较平衡，是吧？而且三中卫体系，别忘了啊，你这个索斯盖特是三中卫。3-1-4-2把有些队员给打懵了。但是你遇到比利时这三中卫，您那防守掐上了啊，会不会也会出现漏洞？对不对？那么更何况呢，在这个英格兰阵中啊，真正的中场组织核心啊，我问你，有德布劳内吗？差这么一个。往前走说有阿扎尔吗？那位说了有斯特林。可是斯特林现在是不是挺郁闷的？斯特林呐，我告诉你，斯特林打完比赛以后老郁闷了。真的吗？你看完了呢？说头天那场比赛，夸夸球队进六个。对，我就绕着进球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知道怎么着吗？啊，单场英格兰队七脚打门打正吧。是啊，然后呢，门将就扑出一个来。对，扑的就是斯特林的那头球。小伙子呀，在比赛之后非常郁闷啊，百思不得其解啊，怎么办呢？我的跑动，我的跑位，对，我对门前的嗅觉都不差呀。是啊，怎么就没有进球呢？怎么回事？我得问我哥，打个电话。你哥？他哥谁呀？海哥。喂喂，谁呀？哎，凯大哥吗？我是凯恩呢。啊，哎，谁呀？凯哥你好，我小斯特林。哟。斯特林，哎呦我天哪，斯特林呐！哎，凯哥，你休息好了吗？我还行，你休息好了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什么，什么事啊？两场比赛吗？不，两场比赛我也都打了。是啊，你打了？
我其实呢、心里有点想不开的事儿。别想不开，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您看 您看您六脚射门就进了五个球。哎呀，蒙的，蒙的，打脚跟上都进。哎呦，你看我呢，跑也跑了不老少。那倒是，围着你呢也转来转去的。哎呦，我看着我怎么就没能捡个饼什么的呢？你为这事儿郁闷呢？啊，那不应该。哎，我就来，我跟你说，在我心目当中，你是蛮优秀的。哦，要不然教练怎么能让你穿十号呢？对呀，我穿十号啊，英格兰的十号。对呀，那是伟大光荣啊。对呀，对不对啊？所以你呢，现在但是你确实遇到点问题啊。我呢，心里边我也在思考，你也在思考我的问题，因为我也希望你好啊。对呀，你好，我好，大家就好了。你看啊，从位置上来讲，你说，你说让我待在后面，我不习惯，我想让你，我习惯往前顶。你不喜欢后插啊？对，我喜欢在前面顶着，在前面顶着。嗯，那也行啊，也是。如果说你要是不后退呢？啊，你在前面也行。但是我觉得你得呀，你得带球突破，突破。你要我突破还少吗？哦，我夸夸过人呢，都说。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过完人以后，我不知道该干嘛。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你的老问题啊，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嗯嗯嗯。所以我觉得你要想进球呢，啊，你就往我这边跑，完了呢投球。好吗？我投球，对你，我这个啊，哦，对，咱俩啊，对啊，哎呦，我忘了，我记错了啊，我记错了啊，我忘了，你记成拉什福德了，对你确实是也没法投球啊，反正呢，你看你呢，突破不行，投球不行啊，完了后插上你还不喜欢啊，那我觉得呢，啊、你就踏踏实实助攻，助攻你有球呢，你就往、啊、你就往咱们前面看啊，谁目标大？你目标大呀？当然了啊，你就给我助攻啊！我现在五个啊 ，C 罗在后边追我啊，还有卢卡库什么的哦，你不得帮我一下吗？卢卡库，哎，卢卡库、C 罗这俩不行，凯哥，那个什么，说好了啊，这届世界杯啊，哥就认你，我就打你一个人，你就打我，你就这样，你把你的跑位特点用好了啊，你就随时瞧我这只脚什么时候就掉到你头上去。我跟你这么说，就你这电话来的太及时了。你这个忠心表的我很开心、嗯、哎本来我都想了啊你要想你要想嘚瑟的话我告诉你我就跟那索在个索斯盖特说好我就不让你上哎我就让拉什福德上给我助攻 是不是哎到底谁是那么十号啊、哎、啊凯哥你是对不起 哎特林呐、啊、别着急慢慢的你就能进球行对吧好歹最后我觉得临了哎能蒙个一个半那个凯哥这样啊万一啊我说万一啊啊你说再有点球机会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罚啊那边都等着呢，是吗？斯通斯还想得世界杯射手？不，你想想，那场比赛进六个，对，然后斯通斯都进俩啊，对呀、啊。你让我，你说，我跟你说，我就得刺激你。我回房间我都没法待了都。我告诉你，就得刺激你、啊，就得刺激我一下。他是给我助攻，哎，好吗？你这样啊，你呢？下次啊，跟索教练在聊的时候呢，行，还是把我的想法说一说。我说一说，就是说，可以。虽然说没进球，但小斯场上的这个战术作用还是体现出来了。当然了，连续让他首发。你要给我助攻啊！当然跟教练说你好话。行，好吧，没问题，就这么着。谢谢凯哥，行了啊，谢谢凯哥，抓紧时间啊！好嘞，好嘞，抓紧时间睡觉，好吧？进不进球真没什么了。好嘞，啊，助攻，好，再谢谢凯哥。哎哎，我怎么觉得这电话白打了呢？想捞个进球没捞着，好家伙，成了表忠心了。哎，不过呢，作为斯特林来讲，哎，他也应该呀、啊，着力的呢融到这个体系。是这样，按说他踢球的节奏啊，跟队友 啊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也不知道是他快呀、啊，还是队友慢的。对，反正总而言之，他不合拍。你说在曼城吧，那边阿圭罗是啊，德布劳内啊，席尔瓦、萨内是、啊、一杆好手，咔，他往里一嵌。OK 了 ，OK 了，是吧？他这儿呢，想全活哎，从外面拿，是啊，往里带，啊、带完再传，嗯，环节太多太多，小胸脯子再挺也没有用，没有用，哎，是吧？嗯，这样还是踏踏实实，是吧？联超黄土背朝天，对，是吧？把活干好，哎，是吧？玩好助攻，哎哎，这是刚才呢聊了一篇斯特林的小小的心理活动啊，嗯、但说实话，我觉得。从第三轮打比时开始、啊、两支球队啊可能真的要进入到淘汰赛状态了那当然这要再往前走啊可不容易是咱也有句老话说前面进球太多呀、啊、后面留神一个不进这小哥俩前面两场都进了八个可不是嘛对吧而且他俩好像是积分如果打平了的话、啊、积分净胜球、啊、进球全一样全一样就得比红黄牌比红黄牌了是吧哎哟这一比红黄牌好像英格兰是不是占优啊英格兰占优 啊比利时多张黄牌所以比利时决定嘛要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把手都捆起来都捆起来不能再得牌了是吧不能再得牌了阿扎尔说我那帮人我熟我再造他俩黄牌没问题是吧、哎、好
刚才是聊了英格兰这场大捷，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说实话，那场比赛虽然说我折在日本队身上了啊，折在本田圭佑身上，对，但我真是为这场比赛集结叫好。确实，因为什么呢？惯常我们说韩国队足球风格勇猛顽强，对，但在那场比赛当中，两度落后，日本队两度追平塞内加尔，呈现出了顽强的一面，这也是为亚洲足球啊长了脸。我不这么认同啊，怎么的呢？我倒觉得亚洲足球长不长脸没什么，啊、没什么啊。我觉得看日本队呢，我觉得应该睹物思人呐，应该想一想中国足球。哦，咱们首先来讲日本这十一个首发啊，几个海外兵团呢？八九个吧，全部是。哎呀，只有一个鹿岛鹿角的，哎，剩下全是欧洲的，是欧洲五大联赛，对，德甲的，西班牙的，西班牙的。嗯，法甲的，法甲还有英格兰的，嗯，你想想，本田常有都不是在意大利吗？还有土超的，还土超的呢，所以你看呢，人家都是海外兵团，咱们这儿呢都在国内，那么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如果你是想去没去了啊，是能力不够啊，如果你有能力去但你不去啊，志向不够，志向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志向，哎，拿什么跟人比？是啊，世界杯也就别去露脸了，是，对吧？人家都说了，说哎呀，我在国内挣那老些，我出去干啥去？我出去我语言又不通，我想吃锅包肉我都吃不着。然后呢，我跟谁聊啊？是吧？女朋友不在身边，那你麻烦。所以我觉得志向追求其实呈现出一个球员真正的职业高度，是这样。如果说在国内是吧？大年薪挣着，养尊处优啊！对呀、啊，国家队踢不踢那么回事儿？俱乐部我那足够了，我撑这干啥呀？啊，这是一段小批评。人说了，哎呀，别让中国队再躺枪了。不过说实话，中国足球的一些现象也由不得呀，让人不滴溜两句，是吧？不是吗？嗯，这个日本呢，来把这个战术阵型拿下来啊！日本的主教练叫什么呢？啊，叫西野朗。西野朗呢？无论怎么发音，哎，他都是日本人。你是利亚球迷，你是可不闹呢。嗯，绿的，嗯，要想生活过得去嘛，嗯，有点绿。哎，那个尼日利亚呢？不是，是日本，日本呢、嗯？这个教练是本土的，嗯，球员是海外的。哎，搁了堆包堆呢，凑一块呢，你还别说，挺和谐。哦，4231啊，闹呢，4231。哎。后卫线吉田麻也、no ，作为英超南安普顿的，是的，对不对？嗯、昌子源呢是鹿岛鹿角，鹿岛鹿角的。酒井什么法子啊？酒井红树，酒井红树呢是这个好像是法甲的，嗯，梅斯的，嗯，是吧？嗯、常有右都土超的啊，要去土超了，土超了。然后长谷不穿，长谷不成，长谷不成，嗯，是吧？对，长谷不成呢，柴崎岳，嗯，柴崎岳跟他搭的是那个。昌谷不成、嗯、再加上钱贵士，钱贵士再加上香川，哦，这边远口元气，有元气，前面大破永野，大破永野，你想想他这个有战术的，他呢控制之后啊，他从这边主要攻击这边，哦，因为这边呢一个是钱贵士、嗯、一个钱贵士往中间一并，这谁？哎呦，小肠常有右都、最矮的是吧、嗯、所以打这边，所以一度的就这个打法，嗯，让这个塞内加尔人有点摸不着北，不是吧？你仔细琢磨琢磨这进球，嗯，一个是打到这边钱贵士，对，对不对？常有右都一停球没停大，是啊，停大了，钱贵士给打进去了。对，第二个球也是从右路打到左路，左路一横传，长、那个、两个长距离的反向，长距离的反向，嗯，所以呢，这就是日本人的基本的一个套路。我告诉你，这个套路厉害了，因为什么呢？啊，日本之前一直走巴西路线，对呀、啊，对吧？对呀、啊，啪啪脚下要踢踢踏踏嘛，踏走。是，现在歇朗也说哥儿几个这样啊，说现在场上空间太小，对，咱走大，啪啪走，走大身后。我对这个战术特别熟哦，因为我、那个、经常都有这帮孩子就这么有，我就教他们这个，是吗？就行左实右，因为小孩对手 啊，他都是奔球来，哎，你只要传两三脚，你啪一打出去，闭眼睛打，我告诉他们闭眼睛打，哦，他们都闭眼睛往那边传，真的吗？肯定不是说争顶都不能闭眼吗？不用，真的，小孩就是你不跟他讲太复杂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复杂的吗？来。没有，没，所以呢，就是这个战术呢，看上去简单，哎，但是凡事都是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以前日本人踢得太复杂，太复杂了，太复杂。现在，哦，哟西，
完了，弄去，完了，是吧？另外一个，非洲球队也不靠谱。头一场你瞧踢得风风火火，是啊，再一碰日本队，手拿把掐啊，尤其是两度领先，被日本人一追平，对，有点着急带冒烟的。他们这个情绪都不是很稳定，都不稳定，就是而且相互传染，啊，对吧？还传染，领先了吧，自大，对，落后了着急，这一辈子吧就没有平和过。就没在一条线上平稳地待过一段时间，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非洲球队它有很多球星啊，然后呢融到欧洲那边还不错，嗯，但是回了国家呢，包就是一凑齐儿呢，就不行了，麻烦了，麻烦是吧？麻烦。最后咱们再聊聊这个，不服来战啊，不服来战。好，其实呢还想说说哥伦比亚，今儿没时间了，不服来战，嗯，哎，我的助理呢？你的助理是跟你到哪里？咱俩共用，嗨，咱俩共用。谢谢。老司机官方旗舰店，对，看看今天的不服来战。哎呦我天，咋的？我告诉你，这足球界跟风的人太多。是，这哥们儿自己的名字啊，我估计原来叫迪玛利亚，后来一看凯恩啊，改了，迪玛利亚凯利啊，凯利。足球界的三大错觉：英格兰很强，意大利很弱，啊，梅西能拿世界杯。现在前两个好像已经成了现实了啊，就看第三个了。哦，是意大利几次拿世界杯冠军都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的，还真是，哎，就是这样啊。木木守义说，想问问董老师，嗯，昨天万象 CC 看到自己的教练其实是个说相声的，心里面有什么感想？他们现在已经很火了，是吧？就最开始认为我是弹吉他，哦，弹吉他的，后来说打快板，看打快板。但后来说相声，他懵了。但是他们就是小啊，所以呢，你也不能跟他说太多，不能说太多。他们就那种模糊的认识，是吧？也挺好，是吧？一看教练拿球，就觉得哎，这就是教练，是吧？对， 对， 对，只要拿着球就是教练。哎，大 K 啊，闹呢，瞎写什么呀？怎么了？说想再给李老师做一面锦旗，能不能给个地址？大 K， 我拉黑你啊！我告诉你，其实是这样，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哎，球迷可以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董路啊、李欣啊、PP 体育啊，或者 PP 体育的这个客户端，哎，微博您都可以玩互动啊，是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这个其实呢，世界杯如火如荼啊 ，PP 体育动作不小，那当然 ，PP 体育世界杯球星卡重磅来袭，2亿人民币狂欢，100%中奖率。嗯，扫描二维码或者前往 PP 体育 APP 均可参与，享受世界杯盛宴的同时，还能躺拿2亿。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 PP 体育收集球星卡吧！啊，最后呢，这几照片要不然展示一下。哎，凯恩，凯恩现在五球啊，我觉得已经有起范儿的意思了。对，是吧？有的领袖气质，是的，是吧？嗯，接下来呢，这是这个进球了。巴拿马进球，万众欢腾啊！脱了衣服庆祝，对，因为也不怕得黄牌，是没关系了。嗯，然后呢，球迷呢跟人比不了这个，就球迷，你所以有时候开心呢，嗯，他只有自己内心知道。是，按说呢，你说他都被丢那么多球，他怎么能开心呢？嗯，但人家就是开心，就是开心，人家目的就是这样。进的英格兰，开玩笑呢，现在足球鼻祖，那可不是鼻祖啊！你再看这个，哎呀，俩人在交流，哦，啊，佩克尔曼，加上这个勾罗昨天唰两记。这个主妙传，妙传太漂亮了。关键呢，就是比赛结束之后，抱着一个人，抱着谁？真心的安慰谁呀？莱万豆腐自己。哦，输了，都是一个队吧？一个队是吧？原来的一个队带着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其实塞内加尔那场比赛有一镜头也挺萌的。你说，当时呢，塞内加尔在右侧前方啊获得一定位球机会，对他那右后卫22号跟那马内俩人啊就这么。啊，对，说了有一分多钟，是是是，我还说今儿节目咱俩演绎一把，我截了，我截图，你给截了，我截图了，我他俩说完了，说谁给谁，不让谁听的，后来发现不让队友听，我说这球到底谁踢？这哎，今天晚上这不是这今儿晚上那个你带我们去哪儿吃啊？今晚上这场比赛，今晚上还吃吗？手拿把掐了，真的吗？不，弄他，不，这球一会儿这样，我边路突破造一个点，马内一会儿你来罚，那肯定得对我罚。这你就别跟我争了，不争不争。乌拉圭跟俄罗斯，你看好谁呀？我其实认为乌拉圭不敢太岁头上动土，还是一吧。真的假的？还是一。那沙特阿拉伯跟埃及呢？那萨拉赫告别战，那肯定死弄埃及啊。是吗？那西班牙摩洛哥呢？哎呀，这球不好说。不好说是吧？伊朗跟葡萄牙呢？我希望伊朗赢。哎，不，这怎么是竞猜的？来吧，开玩笑啊！今天晚上这四场比赛呢，不大好猜啊。
我说实话呢，按照概率啊，我肯定是要这。你别玩这个，我告诉你，你别整这个。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全是反向操作啊，就是我第一感觉是 A 啊，我就反着弄 B 哦，弄 B， 弄 B， 弄 B 是吧？哎、你要感觉是 C 呢？哪有 C 啊？没有 C 啊？没有310吗？没有。嗯啊，哎，想着啊，给普京办公室打电话啊，该送酒了啊。哎呀，太容易了！这手拿把掐呀！哇，这场不好说耶。奎罗斯带伊朗打葡萄牙，呜！哇天哪，我来一个那么犹豫吗？我来个大胆的吧，伊朗赢，那你可就一战成名了，真的，立新，我要是你我就赌了。真的吗？真的。你怎么赌的？我不告诉你，真的。你要猜伊朗赢葡萄牙，万一要赢了，前面那个输的那些，你一洗了之，全能捞回来是吧？绝对的，真的吧？互联网都传美名扬啊，美名扬啊，美名扬，喜羊羊啊。李鑫，非常抱歉啊，咱俩又集中在一场比赛了。真的？哪场？阿拉伯对埃及。哦，你认为阿拉伯能拿？你说埃及赢？我说埃及。我说平，剩下都一样。都一样，不说了，不说了，没什么意义了。哎呀，是10点两场，对，夜里2点两场，12点就知道了，12点就知道这谁赢了啊、哦！真是，真的用不了过今天了，哎、啊，对吧？啊，好，啊，展示一下，展示，你压一点，有反光，有反吗？你看前面吧，我压的挺低的，你压一下，你压一下，你压谁？我压一下，我压，来。好，就这样。OK， 整明白了。好，那个什么，节目结束你先走啊。这个锅包肉我得慢慢吃。行，这不能着急。你记得在昆明有一次你叫锅包肉吗？说学逗唱，足球事儿，三番四倒世界杯。哎，世界杯相声会，我们明天再见喽。有一回在昆明，一大帮记者在这儿吃饭。